然后现在呢，到了那个塔拉公园的一个中心点，嗯，然后我们让他们停下来等我们，好，然后坐上这辆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那辆车可能有的地方上不去，然后我们刚好挤得下。那个车就是我们路上认识的，对对对，啊，网友嘛，粉丝嘛，之前就是康哥的粉丝。刚才有一个小型熊出没的标志。还有熊吗？这里有五六头熊，但是熊更怕人呢。我们在塔拉公园就是徒步的路上，都可以看到这种很粗壮的木材，大家对比一下我的手，就很大的，然后它都会有编号，每一个都有这一个，然后大家看看，这所有木头都是。对，那边你看绿色、黄色，嗯，然后这还分等级的哈，品种、等级、品种，白色的，嗯，对，都不一样。说这个，他们这个系统是很完善的，嗯，每一颗砍掉的木头都是有这样的身份编码的。走吧，走，继续前行。因为他们林业资源还是很丰富的，但是也有都限制，管理有完善管理，嗯，不乱砍乱伐，是吧？这么细的也都砍了，但是它够，年龄够了。上面部分吧，嗯，它是一颗砍下来就是上面部分。走吧，要走多久？半小时。啊，我回去了，再见。就那你说这里不是有一个熊？因为说这个公园有熊，路上也看到几处熊的标识，你看包括脚印。说呢，在西部的塞尔维亚呢，然后这个塔拉公园呢是熊的一个庇护所。哦，嗯，卡住了。嗯。然后在什么情况之下熊比较容易出现呢？或者是说呢，熊在这里可以，得到就是很多的食物，各种各样的食物，嗯啊，就是自2002年开始呢，第一只棕熊在这里被禁止捕杀，然而呢，大量的棕熊集中在塔拉国家公园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有40个品种的棕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，哦，对。It's assumed that the 在整个塞尔维亚地区呢，是有被证实60种棕熊存在这个塞尔维亚地区。那整个塔拉公园是有40种。啊，这山林很奇怪啊，很多这种石头。那本来觉得应该是很平的那种山地，但是又突然冒出这些石头，石头不知道硬不硬。这是硬踩出来一条路吗？石头都被人踩烂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高点，又到了一个高点，哎，看看，哎，大家感受一下，像不像黄山迎客松？不好意思，路不好走。让大家感受一下。你这两天带孩子带上瘾了？我喜欢这样的小动物。哦，自然守护在婴儿车旁边。不是，你给我拍个背影。你有背影吗？这个椅子和刚刚那个椅子是这个景点，就是塔拉公园非常非常能够出照片效果的景点，而且它这里的景色特别壮丽，就是两个山谷之间的那个河流。据说塞尔维亚有个景点，就是至于你男朋友不会拍照的景点，我怀疑就是这边，是吧？随便拍都好看。对，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意思，就是而且你不觉得他们还是比较放松状态，就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安全的地方，他也不会戒严的非常的严格，他可能还是会放开，让你可以拍到更美的景色。Ne pitaj me noćas ništa, pusti me da šutim, ja noćas trebam miStare rane opet peku, moje bitke dalje teku, dušo, ti nemaš ništa s tim. Za tvojeg izvora moja se duša napila, žedna tvojih godina.I sada mamu napita,
где утеха, где младостный стан. Сейчас. Second hand. See you. See you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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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a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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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把 tourist canoe 也冒到 screamer。嗯，我现在到了木头城，然后。我们到了木头城，这就是《生命是个奇迹》的拍摄地。那么。我们首先要护照登记，然后再分配房间。它这里是有含晚餐，跟早餐，还有它有电影院，还有那个 SPA 中心。然后怎么定义这个地方呢？首先它是一个知名的一个点，当时是这个建造的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端着那个导演。在这里为了拍《生命是个奇迹》建的一个类似于村落，但是它现在的整个功能是一个特色酒店嘛，包括我们国内很多知名的导演嘛，像张艺谋啊、李连杰啊这些明星都来住过，因为他每年有一个电影节，他们也有电影院，那很多人为了打卡过来看一下，然后交个门票。但是我觉得来塞尔维亚其实应该要体验，你既然都来这个地方打卡，它又是个酒店，你干嘛不住进去体验一下？如果不住在这里，你是体验不到它的那个里面的精髓。那我们先把护照登记好。多少钱？这个差不多，它是一个人含晚饭早饭大概40几欧元到50欧元人均，早饭晚饭含了，其实也划算的。你在外面吃如果吃好一点，它是一个自助餐的话20欧元，人均其实就30几欧元一个，不算贵的，它比较有特色，它需要你们体会。你看去那边看一下，那个它那个比较有特色的，嗯，差不多就好比说你们的房间三个人就是80欧元，嗯，九十几，像我们因为小孩子好像不怎么算，你是40到50，我刚才没说错，嗯 ，OK， 可能要你不能跟助理那个，哦 ，OK， 我。哪个？我们三个男的一起睡。嗯。对。你们可能要睡一张床，可能已经玩陈伟。好。这样合理一点。我和谁睡一张床？你跟陈伟。嗯。有没有问题？反正你们俩好基友。那就我们三个人一个房间，然后秋离、小飞侠，然后跟那个刘晓一起睡，这样最合理。然后那两个我们的粉丝一个房间。嗯。OK。他过来吗？颜色很漂亮。还来这儿吗？要来，我们要登记好。嗯。他俩睡一张床。啊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打我脸，就为了找我打你一下？真变态，真的。多有个性的设计！你们两个人孩子应该没怎么收钱的，是9000多，就是80多欧元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贵了120差不多。然后他们也是8000多。然后是200欧元，五个人200欧元。我们是六个人。2万1000多，1300。21300是180。好，那个180欧元不止。没有，你除一下嘛，120，180不到嘛，对，然后那个180欧元吗？100欧元乘一个7.5是多少钱？1300，1200，
几个人？主要是韩广饭，五个人，五个人，嗯，一千二五个人，还早饭，还晚饭，对，还什么？还游泳、健身、泡澡 ，OK， 嗯，那还挺划算的。这是我们一个是六二六四，嗯，大家上去的，这是波浪七点五。欧元乘以人民币啊！哦哦哦，汇率。嗯。不是已经算出来了，一百三啊！走。走。它是个景点，一般人过来打个卡的，我们不。嗯。我想送高级待遇。